佛都很重要，可是它有它历史文化的背景。东边一般供的是呢，东方是指燃灯佛，或者东方是阿处毗佛，在石窟造像里就是这样。看一下，刚才左边这尊是站的弥勒菩萨。再看这张很了不起的，多看几页，这是华严经的毗卢遮那佛站起来。我们讲佛经有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假如你受的是梵网经菩萨戒毗卢遮那如来，这身是毗卢遮那佛。怎么知道呢？他身上有披袈裟，袈裟里面有光中化佛无数亿，袈裟里面有千佛。这是华严经讲的，一毛孔当中可以放无量光，出现无量诸佛。这个是在造像艺术学上让它显现的。接下来这是这个袈裟旁边的这个所谓的细布，非常庄严。好，这是毗卢遮那佛旁边的眷属，有佛也有菩萨。好，这尊呢是最有名的释迦牟尼佛，然后这是我们所有与会大众跟我朝山的所有的学生。这个本来是一个石窟，看好，释迦牟尼佛中间右边站的那个叫做燃灯佛，本来这是一个石窟，一地震的时候左边那尊佛毁掉了，所以左边那尊站的是弥勒菩萨。这尊呢也这一区尤其是这尊佛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肯定。好，你看非常非常的庄严，你可以看到它从魏晋南北朝到大唐的风格，佛像是非常饱满的。好，这尊都是，这些都是我拍的时候我都很专心念佛，愿佛让我带到全世界为众生分享。好，所以那你注意看，佛的旁边都有光中化佛，这尊是释迦牟尼佛。所以有空的话，希望你能够去中国大陆的云冈石窟，它在去五台山上的路上。好，你可以看到佛的旁边都有光中化佛，有过去七佛，也有光中化佛无量诸佛，这是飞天。好，我讲快一点，这是往上爬可以看到侧面，这是释迦牟尼佛。好，看到这是什么？多宝佛塔现前，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石窟，然后中间建一个多宝佛塔。多宝佛塔里面分好多层，有一层呢是五个的话它就刻五方佛，有七个的话它就刻过去七佛。这个就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解释什么叫多宝佛塔现前。从那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多宝佛的右边你可以看到有无量的千佛，多宝佛塔的左边也有无量无边的佛，所以可见你可以想象到佛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诸佛通通千百亿化身到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来听释迦牟尼佛讲经的。你看这是多宝佛塔的正面，非常庄严的哈。好，多宝佛塔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再看，请看第九页本门。好，这张就是二佛并坐，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塔，代表过去佛跟现在佛是可以没有障碍的。请看下面第九页本门，就是本地风光，从第十五品到第二十八品，又分为己一序分，是指第十五章；己二正中分，十五章到十七章；己三流通分，十八章到二十八章。好，先看己二正中分，又分为二，丙一略开尽显远，这是从地涌出品；丙二广开尽显远，分三。先看丙一从地涌出品，当释迦牟尼佛多宝如来现前的时候，与会大众非常的欢喜，非常的赞叹。接下来呢，佛就希望与会大众呢，希望呢能够发心受持，可是大家啊都还不太敢发心。也有人站起来说啊，佛，
我愿意发愿要弘扬妙法莲华经。然后在这个劝持品第十三品，这时候呢，这个看到了多宝佛塔现前，大家都非常欢喜，说这部经很殊胜，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连一禅期都能成佛。这时候很多就站起来发愿，站起来发愿，愿我呀。这时候佛突然说，等一下，等一下，别急，我不用你们来弘扬这部经。与会大众都愣了一下，哎，怎么佛不要我们弘扬呢？这时候就从地上列出了无量无边的六千万亿无量边恒河沙数的菩萨，通通现在虚空当中。这时候弥勒菩萨觉得奇怪，我跟过去佛这么久了，这些菩萨怎么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呢？佛说啊，这些众生啊，就是安住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他生生世世受持读诵思维修学妙法莲华经，这叫从地涌出品。所以可见呢，这个法华经啊，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讲，其他过去诸佛他也讲。从地涌出呢，是有像六万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菩萨在下方里，然后表示呢，这个呢，他们生生世世都在受持读诵，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所以是要从地涌出。接下来看丙二，广开净贤远分三，丁一正开净贤远，丁二种生法身记，丁三种生灵解。请看丁一正开净贤远是如来受量品，这个请做一个记号，这一品非常重要。很多人都在猜，师父你这品讲完会讲哪一品？如来受量品是很好，是讲什么呢？如来有法报化三身，事实上现在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举一个例子，当智者大师见到慧思大师的时候，他说，我们在灵山会上曾经聚在一起，现在又见面了。这时候智者大师不太知道慧思大师师父跟他讲什么，他就教他法华经，为他说法，最后呢，他就昼夜精进，每天诵妙法莲华经，一天诵一部，要七八个小时哦，六万多字嘛。然后每天呢修法华三昧，有一天他在很虔诚诵经的时候，一直很专注诵经的时候，诵到是药王菩萨本事品，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如来，那一刹那之间他入了法华三昧。所以可见诵经是可以进入大乘三昧的，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到。他这时候看到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有无量无边的法会大众都还在讲法华经，这时候他看到自己，哎，也看到旁边慧思大师坐在旁边，这时候灵山一会啊，俨然在眼前，然后他就出定了。从此呢，他智慧就大开，后来他就回来感谢他的师父。所以事实上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现在他还在。那有一个问题，那佛印度以后，我们现在大家不是都在拜佛的舍利吗？那是佛的化身佛，真正佛的报身还在的，只有大菩萨才可以看得到。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当佛说他灭度啊，其实对中下根性说，若你很精进很精进很精进的话，你是可能在禅定当中或梦寐之际还是见到释迦牟尼佛亲自为你讲经的。所以佛的寿命是无量劫的，不增不减的。所以在如来受量品里面就有说到。再讲一个例子，我知道新加坡前一阵子也大家很欢喜受戒，从前有一个弟子去拜道宣律师，希望为他受戒。那道宣律师看这个弟子呢业障蛮重的，他说你就回去给我拜八十八佛忏悔文吧，每天拜八十八佛忏悔文，每天给我念经。他说师父要念多久？念三年。他就每天拜拜啊拜啊拜啊，拜八十八佛忏悔文，拜了三年以后呢，他就说师父我可以回来受戒吧。师父看他，你这个业障太重，我没办法帮你受戒，再回去给我拜三年吧。他想受求受菩萨戒，然后他就继续拜，拜了半天呢，好，他很欢喜。到了三年以后再回来问师父，师父现在我等了六年，终该受菩萨戒了吧。师父说你业障真的太重太重了，再去拜三年。他说真的吗？他说真的，继续拜。结果呢，他这个蛮有善根也很老实，就继续拜了三年，所以一共九年。
他在拜八十八佛忏悔文文的时候，当他有一天拜得身心清净，抬头一看的时候，释迦文殊跟弥勒菩萨亲自在虚空中为他放光受菩萨戒。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德界和尚，受经阿舍离是文殊师利菩萨，结摩阿舍离是弥勒菩萨。所以为什么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是这三师啊？然后呢，他非常的欢喜，因为看到光中化佛无数亿，释迦牟尼佛亲自放光为他说法，为他传戒，文殊跟弥勒菩萨也为他说法，他非常非常欢喜，他现身就得到最清净圆满的上品戒体。结果第二天他连赶的赶快跑，第一个去感谢谁？道宣律师，一顶礼的说，师父谢谢你。道宣律师跟他讲了一句话，你终于知道我的苦心了吧，很不容易，这是师徒非常很有缘的。所以受菩萨戒，你遇到三师实证是最好，但是呢，你若能够在定中大乘里面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为你说法，那是最大的功德力的。所以可见佛是无量寿的，他是没有生灭的。那在无量寿如来品里面也说，为什么佛要示现灭度呢？因为众生刚强难化，几个原因简单说。第一，假如释迦牟尼佛活到现在的话，那你想算了，我不要修了，我寿命没那么长，我不可能成佛，所以众生会对自己没有信心。第二个，若释迦牟尼佛还学到这样，反正佛还在吗，对，我又可以去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继续造业，没关系，以后再修行。第三，不会生感恩心跟难遭遇想。所以你看我们去拜舍利的时候，有些很有善根的佛弟子看到舍利子的时候就会放声大哭，佛在世时我沉沦，对不对？我得人身佛灭度，忏悔自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感悟到，就是因为我们障碍重，然后呢，我们有惭愧心、庄严的心，所以你才会思念释迦牟尼佛。但是佛也很慈悲，佛灭度以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用三昧真火把它火化，所以可以流通很多的舍利子，有佛第一次的舍利子，有再生的舍利子，目的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修福修慧。所以在如来寿量品里面呢，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每一尊都是无量光无量寿，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接下来丁二，总身法身记。总个说法身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能够证入法华三昧，能够证入一乘实相的这个法身，这是最殊胜的功德。这里面有分功德品，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功德。那每一个人因为功德不同，也会证一果、二果、三果到十地，甚至有人可以证到无生法忍。那丁三，总身灵解，也是讲分别功德品。再看下面流通，请看科判第九页第十行，己三流通分，分为二，丙一功德流通，丙二副主流通，这是两类。丙一功德流通的是指是专门生生世世修戒定慧功德，以戒定慧功德现身说法而为流通，请看科判分为三，丁一初品因功德，丁二初品果功德，丁三信悔罪福而产生的功德。那这里就举到呢，法随喜功德品，就是说若有众生听到妙法莲华经，眼耳鼻舌身意生欢喜心，你心中生普贤菩萨的随喜功德，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第十八品。第十九品是说，若有法师能够修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清净，自清净也利他清净，那功德更大，这叫法师功德品。第二十就是最有名的常不清菩萨品，昨天给大家看过常不清菩萨的照片，释迦牟尼以来因地的这个化身，永远不轻视任何一个众生，他以示现
比丘菩萨身而对一切众生礼拜、赞叹跟供养。接下来看丙二富主流通，富主流通分三，分为丁一主累流通，丁二化他流通，丁三自行 流通神通。那在主累流通里面是包含的是如来神力品，还有主累品第二十二。如来神力是指佛有十种神力，佛可以出广长舌相，佛可以放光，佛可以震动弹指，然后佛可以让大地六变震动，佛可以让那十方一切诸佛都化身，所以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十种神力叫如来神力品。主累品就是呢，佛从三个地方开始在嘱咐。第一，对他方佛在嘱咐，因为多宝佛塔现前了吗？他就说希望所有的诸佛都能利益众生。第二，对与会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菩萨，我发愿呢，弘扬妙法莲华经的，他也继续付嘱。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哈大菩萨曾经发愿说，若世尊灭度以后，我成佛威胜之力，在此世界、娑婆世界、他世界、他方辗转呢，到处劝人受持、流通、书写、读妙法莲华经。所以很惭愧的说，这次法会人很多，不是我的力量，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法华经很殊胜，在台湾也是这样，讲法华经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人来，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认识的人，而且天龙八部都会变千百亿化身，也做来做影响众。所以各位听经的时候要功德心，搞不好你左右旁边可能就是佛菩萨来的，这是法华会上的佛菩萨。好，所以这叫主累流通。丁二化他流通又分四种，请看化他流通里面分四类：一苦行，物一苦行；物二三昧；物三种持；物四誓愿。这是四类。好，物一苦行就是药王菩萨本事品。药王菩萨是佛讲他过去世的故事，叫素王皇菩萨，请佛呢说药王菩萨的故事，过去他怎么利益众生，十方有无量的菩萨呢来集会当中，所以像药王、观音、维摩诘整整的，可见药王菩萨过去也就修妙法莲华经，他是专修苦行的，甚至呢他苦行当中还把自己的身体燃身供佛。第二个是以三昧力而成就的，举一例子是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还有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所以可见普门品只是在化他流通里面，以观音菩萨的大悲心、陀罗尼的慈悲三昧而广度众生。所以你若不了解整部妙法莲华经结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普门品这么殊胜，因为它是属于登地以后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在这里妙音菩萨品里面，我要说它是在这个菩萨呢，是过去以十万种伎乐供养佛得意妙音如来。当时呢他的老师叫素华净花素王智佛，在东方。这时候呢佛放光以后呢，东方净华素王智佛就告诉呢妙音菩萨说，来，你拿一些金色的优波罗梨花代替我到东方，到西，往西边走，到娑婆世界去供养释迦牟尼佛，而且特别特别注意，你去的时候不可以有傲慢心。他说妙音菩萨，你的身相是四万两千由旬，而我素净花素王佛是六百八十万亿由旬，非常广大。你去了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长得很小，他的菩萨众也都很小，不要小看佛，所以生傲慢心。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因为众生五浊恶世的关系，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所以业力很重，所以这是释迦如来的悲心。他虽然视线很小，其实他的功德力是广大无边的，所以去见佛的时候要有恭敬心。
这段话很重要，就劝任何上师、任何仁波切、任何法师要有恭敬心，不要着相。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老师都还叮咛妙音菩萨，结果妙音菩萨就以他的三昧力，一刹那之间，在灵鹫山上呢，都化现84000宝的莲花，都是金色的。哇，这时候与会大众都非常非常的庄严。怎么佛讲经讲到这里，突然所有大宝莲花现前呢？文殊师利菩萨就问：“请问释迦如来为何示现这样呢？”然后文殊菩萨知道嘛，他就请问，他说：“东方有妙音如来，有84000的眷属要来娑婆世界供养我，也听妙法莲华经。”这时候呢，文殊菩萨说：“我希望能够得到见到，与会大众也能见到。”这一刹那之间呢，多宝佛就说：“妙音如来，请你现身。”这时候，所有的妙音如来都现身了。所以这叫妙音菩萨，那相貌非常非常的庄严，然后呢就跟文殊菩萨对谈，对谈完了以后，用优波罗花供完佛以后，大地六遍震动，所有的眷属呢又回到东方世界去了。这个叫做妙音菩萨品第24，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我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悟三总持品叫做陀罗尼咒。好，听好，回答一个问题，也人家会问的。假如我觉得我会常常着魔或幽冥界众生很重，在受持妙法莲华经任何一品都可以。若你要快速的强大力量，请念陀罗尼品第26，这一品可以专门降魔，降你的这个所有的障碍。接下来悟四誓愿品，就是妙庄严王本誓品，说明妙庄严王刚开始是外道，他的儿子两个呢来度他学佛，最后依佛出家，而听妙法莲华经而救后成佛，最后自丁三自行流通神通品。这时候佛在快要讲完经的时候，在无量的佛国土里面，与会的大众都非常的欢喜。这时候在东方有叫做宝威德上王佛国土，这时候普贤菩萨呢骑着六牙白象，亲自呢与无量的大众千百亿化身坐着莲花，亲自到灵山会上，普贤菩萨下来拿金色优波罗花供养释迦牟尼佛，绕佛七匝说：“善哉世尊，善哉世尊，您为一切的众生讲无上的妙法莲华经，我在东方的宝威德上王如来我都听到你讲经。”所以他就问弘扬妙法莲华经的人要有四个条件，这个我后面再说，请佛说明有多大的功德，甚至呢佛加持他，也请普贤菩萨说，那若有众生受持妙法莲华经，临命终的时候可以到千佛受记，也会见到弥勒菩萨，可以上升兜率内院，这叫普贤菩萨劝发品。好，到这里我终于把28品最简单最快速的把它讲完，接下来看几张照片图档。所以可见，复习一下，这部妙法莲华经刚开始起请的是弥勒菩萨向文殊师利菩萨祈请，所以像华严经的结构，华严三圣中间供释迦牟尼佛，右边供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是五台山戴罗顶的文殊菩萨。第二个，弥勒菩萨亲自站起来请请佛讲妙法莲华经，这个是印度智慧林的弥勒菩萨。接下来在所有的菩萨里面，妙音菩萨、观音菩萨，这一尊是在香港大屿山旁边有一尊庙叫观音寺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非常庄严，很多莲友到香港都还不知道有这个庙。这尊呢是用木雕的，漆金漆的，观世音菩萨是有实地法门的。接下来到最后一品普贤王菩萨，这是大陆峨眉山明朝万历年间皇帝下令用1万多吨的铜铸的普贤王菩萨。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乘佛法在中国是非常兴盛的。我要说的目的是说，在这个华严经的结构跟法华的经节的结构是很像的。法华经一开始，大智文殊菩萨第一，弥勒菩萨是当来下尊佛，在28品的地方，不对，25品的地方是观世音菩萨，最后28品是普贤王菩萨。所以你看，但是很有趣的是，其实在法华会上，地藏菩萨也出现，但是他没有被特别的强调。最后讲《妙法莲华经》，所谓《妙法莲华》，请看第10页，《妙法莲花》是告诉你因果是同时的，因跟果是同时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在学《法华经》的时候，你要常常鼓励自己，莲花并不是生在清净的水，莲花是生在污泥里面。假如把莲花剪掉插在花瓶里啊，3天啊就枯萎了。所以代表真正修大乘菩萨道的人，或要修法华三昧的人，要在红尘当中人事物里面立誓练心。所以我们佛教常常用莲花，代表在出污泥而不染，在越脏的地方它莲花会越清香。第二个，莲花是因果同时，代表这个有莲子的时候就有花，很少的花是有因果同时的，都是先开花而后结果。所以这是妙法莲华的大乘妙法莲花的这个深意。接下来再看请看第10页，第10页里面先介绍《法华经》各品的章名对照表，有中英对照版，这个表并不难懂，请自己看。请看中间鸠摩罗什大师262的第12品，有没有看到他有个提婆达多品，有没有看到？那正法华跟天品法华呢就没有，其他的版本有的现在已经遗失了。再看第11页第24章，在正法华里面主法护的是总持品，总持品就是总一切意，总一切法持一切意，总持是指咒语的意思。可是在鸠摩罗什大师他是在第26品陀罗尼品。注意这3本版本最后都有普贤菩萨劝发品，在正法华里面翻译的叫乐普贤品，就号耀普贤菩萨的这个名号，而功德力也弘扬妙法莲华经。接下来从第11页就是讲英文各种主要的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 我们把章节都打上去，各位可以做参考。请看第12页中间左边编号第14章，其实安乐行品在英文里面翻有很多词，有个叫 happy life， 我觉得这个也翻得不怎么样，因为他不能把安乐行的这个定义讲得很清楚。在藏传佛教里面常常我们都说要离苦得乐，快乐快乐 happiness 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的。那我觉得 Leo the Hubbard 翻成 comfortable conduct 这个也不错。安乐行中文里面意思也有是 make you comfortable， 可是安乐行你若知道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的话，你才知道peaceful practice 是最好的英文翻译，所以这两个我都取。最后请看第14页，各位莲友若有问题的话请可以传到面前来，待会我会回答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提早结束，没关系。请看第14页安乐行品科判总表，这个科判是再看 note 第14页第6行，以下的中文科判是源自于明朝偶益大师，偶益大师是8宗都弘扬，他有一部《法华经》贯科，非常的棒。贯科本身是古汉文，那我是真的很真诚的拜佛，求佛力加持，把它用古汉文翻译成全部的 subtitle 是英文的。我在座的莲友各位看到，也请你多多批评指导，
因为你觉得哪里安的翻得不好的话，你也可以给我建议，因为科判是要利益众生用的。所以我是动员了很多我商业精舍的学生、法务组还有等等的共同来编的。请看科判总表第14页第10行，安乐行品，请看丁午，科判丁午表示它是连着前面的。那它分为两段，第一个戊一问 asking， 戊二答。在问的面前里面，好，我先讲科判简单的架构，因为你才知道整部安乐行在讲什么。我讲到现在还没有讲正式经文。第一个己一，赞叹前面那一品，也就是指第13品劝持品。因为在第11品多宝佛塔出现，第12品龙女转身成佛，提婆达多也被为受记，所以与会大众通通发愿要受持读诵流通。所以前面一品呢，文殊师利菩萨赞叹第13品劝持品里面有很多的身行菩萨，这里的身行菩萨我后面会讲，这不是指出发心菩萨，表示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是行大乘的菩萨道。第二个也是生生世世修妙法莲华经的大菩萨，所以英文我翻成 long term bodhisattva， 它是久行的。在般若经里面有讲四种菩萨，下一次我会说。在这个末法时代，怎么样这么痛苦的这个时代呢，怎么样弘扬妙法莲华经。己二问始行菩萨，就是假如这辈子才听到妙法莲华经的人要怎么修行，要怎么样也发愿弘扬妙法莲华经，尤其在五浊恶世。接下来看戊二第14页第17行，戊二答分三 answering 翻成三个，己一总标章，己二解释修行的方法。总标章这个是古汉文，总体而说来标显出这个章主要的重点，所以我英文翻成 firstly showing the main idea briefly。 第二个第15页第二行， secondly 解释修行的方法， explaining the approaches of the practice。当然简单的方法可以翻成way，但这里是指 approach。 接下来己三就告诉你按照这样修行方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好的利益，请翻开23页第9行，己三总体而说总名成形成的相状，总是指总名，总是总体，英文翻成 totally。明，这里的明是指 point out 指出或 indicate， 所以 thirdly pointing out the 形成是翻成 the complete formulation of the practice， 就是你修成，你说我证到法华三昧有什么没有的功德相貌，怎么去判断它，它是有标准的。好，接下来再翻回来第15页，这一个法华经安乐行品，若人家问你法华经安乐行品讲什么，就是这四个重点。更一身安乐行 peaceful practice of the body， 更二口安乐行 peaceful practice of the speech， 更三意安乐行，意安乐口安乐行在第17页第8行，意安乐行在第19页第2行，Peaceful practice of the mindfulness， 最后誓愿安乐行在20页第10行， Peaceful practice of the taking great vows。 这个好，请看幻灯片，整体安乐行品就是讲这四个重点，你可以背起来很容易，身口意安乐行。所以有人这个今天也有人连友问我，师父所有的佛法修什么，简单的一句话，净化跟转变你的身口意。读经念佛持咒只是方法，很多老菩萨都很喜欢修行，可是你要想我念佛有持咒有没有让自己身口意净化，最后
这要特别的要让你身口意产生广大的愿心，所以发愿是很重要的。今天就讲好，再来，对不起哈，再来看下面，看23页，己三，总名形成之相分三，更一，决劝四行，更二，举三报以劝，更三是结论。在更二，举三报以劝又分为三种，第一个心一，报障转转现报，心二，业障转转申报，三，心三，烦恼障转转后报。可见这里说我们读法华经有什么功德，连地狱的众生都能度，连一禅题的众生都可以度，你的报障业障跟烦恼障通通都可以转变，只要你很认真的修持。修持包含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接下来再看这个烦恼障跟报障里面呢，又分烦恼障分为二，在第23页的第17行，烦恼障怎么转呢？第一个心一，别名三烦恼障，把它转变，这就是贪嗔痴，在第24页。第二个还有很特别的，就是任二，总名转一切烦恼障，分为分四，在这里你看下面的科判，鬼一，梦入实性相似位，鬼二，梦入初住见到位，鬼三，梦入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不，实回向这三个地修到位，更对不起，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没错，这是四个。然后更四，鬼四，梦入妙觉位，在这里我会介绍两个主题，心跟禅定跟梦境的关系。很多莲友也都会问，师父我常常会做梦，你怎么判断梦是真跟假？在这里我会简单介绍。第二个，从这个架构里你可以看得出华严经实地是很重要，所以各位可以上网，我在佛陀教义基金会有讲实地经论，从2004年一直讲到现在。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面回答问题。师父，如果有人放生，是否放了鱼跟虾之类的东西就不可以吃这一类的东西？当然了，你不能说哦，对不起，你不能说哦，我发心放生，然后明天呢放一多一点，然后呢明天再海海去大吃一顿海鲜，对，那是不可以的。对，这个答案很明显啊。第二，师父未学佛前很惭愧的，我有不寻常的男女关系，后来知道学佛的好处，这种情况是可以皈依甚至受戒吗？可以，只要你忏悔，因为没有学佛之前众生都堕落过，但是你皈依以后呢就要精进学佛。他说下面问题说，在受戒一天有一条叫做问遮难，怎么回答呢？是要答有或无呢？如果皈依了受了戒，要怎么忏悔才得清净的戒律？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佛在世的时候三皈跟五戒是同时受的，你受三皈就要受五戒。传到中国，中国的祖师比较慈悲，中国虽有大乘根系，但是文化环境不脱不一样，所以三皈依跟五戒目前是分开受。你受了三皈，那当然还可以吃肉，三净肉，受了五戒也还可以不要吃素，因为佛没有强迫你。南传佛教也是托钵，西藏佛教也没有吃素，吃素是中国大乘佛法放网经很好的传承。各位，虽然我学南传北传藏传，我一样还吃素20多年。那假如你受了戒以后，受戒的时候，在中国受戒的戒师会问你杀盗淫妄酒，他会打结魔的时候，一，善男子善女人，不杀佛不杀生，能持佛，
那你要瘦的话，你就合掌能持；那你不能的话，点点卖恭维。因为明天你就是杀鸡杀奴的，那对不对嘛？怎么办？那有些呢，杀到一望九，甚至呢，像有些是风化女郎，她很忏悔她的业力，可她听闻的佛法怎么办？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不邪淫，你能持否？点点卖恭维，那你就不持这条戒。所以中国呢，这个杀到一望九五戒是分开受的，而且你还有分满分、半分。其实这是中国祖师的不得已的方便。那当然，你受了戒又不小心破戒，比如你受戒很欢喜，明天一大早呢一打开来，哎呀，一条蜘蛛被你打死了，那怎么办？你没有恶心，那就忏悔。所以听好，不要因为你过去不痛苦而造的恶业，而害怕自己去皈依或受戒。你应该觉得人生很难得，更应该精进学佛法。皈依是很难得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还可以皈依，应该去皈依。第二个，受了戒也不要怕犯戒。我刚才说，受了戒而犯戒所得的功德，比你没有受戒还要殊胜。佛在《菩萨璎珞经》亲自这么讲。师父，请问修净土人可以学婆哇法吗？可以。婆哇法是藏传佛教的婆哇法，就是西方极乐净土法。你必须要找到好的传承上师，透过灌顶口传解说为你修婆哇法。简单的说，往生极乐世界有三个力量：佛力、法力跟自力。这出自于《波州三昧经》。一般我们大乘的显教说，你要精进的修净业三福，要修福修慧，要诵经做功德，是站在自力而说，自力的信愿行。当然你也因为那念经求极乐世界，所以莲池海会佛菩萨也会护念你。但是藏传的婆哇法比较特殊，它是强调上师传承的力量，还有本尊的力量。那在特殊修行仪轨的时候，他会把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显教里印光大师都会说，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头顶泛血升天就一定往生极乐世界，鼻孔往生哪里啊，眼睛往生哪里。可是人在临命中时断气的时候，你身体的变化这个过程没有讲，在哪里讲？在婆哇法里面讲。抱歉，依照西藏的戒律，我是不可以再公开讲细节的，我只是讲原则，好，注意听。所以他会练习你的神识呢，像一个豆子一样在跳跳跳，观想阿弥陀佛在面前，然后呢念希嘎希嘎，然后这样子。所以训练你的神识往上飞，然后在临命中的时候你就求生极乐世界。但是婆哇法因为它很殊胜，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也有一个西藏仁波切来传婆哇法，说三天之内若仁波阿弥陀佛来接你要走的请举手，好像走的人很少啊，你看了我都知道啊。好，因为我有朋友，我鼓励他去参加，可见所以在修婆哇法的时候，他最后会一个灌金刚杵，就十字金刚杵，把你的神识压住，所以你才不会立刻断气。所以婆哇法一般正统来说，我所知道的，修了这个婆哇法要依照上师所规定的功课，念阿弥陀心咒或长寿佛咒，一个月最少修一次婆哇法，不能修太多，修一修真的阿弥陀佛来了，哎呦又不走，那不是很麻烦吗？所以这个婆哇法是仰仗佛力跟上师跟传承的加持力，这个跟你念阿弥陀佛是没有障碍的，这是显密圆融的。谢谢。好，有一个莲友问，他在问的是禅观，我简单讲。感谢法师你在百忙中到新加坡弘法，本人除了念佛之外，今年开始学习打坐，开始数息是难以深久，深很难捉持久的，后来慢慢呢，你学习你用言心经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边念一边把心集中在眼耳鼻舌身意等等，
用这个方法，后来我静坐比较久，而且看见了一点点前世的东西。请问法师，我这样阶段应该往什么方法修？怎样才能深入禅定而生三昧？这个问题很好，但是详细回答或许可以建议你去新加坡，这个佛教总会，我会讲九住心。我在这里先简单回答：第一，你是属习官，很难够深哦，你应该再练习，从一数到十，十反过数到一。听好，西藏佛教是一数到二十一。好，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他说他们习惯就是这样，但是在安般守意经或是大涅槃大念住经里面是讲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从一数到十的时候呢，你心会慢慢专注。那你说你现在开始念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你慢慢的静坐比较专注，那是因为心经跟般若经的功德力。中国人对般若经是很有缘，但是呢，要修般若空观真的比较不容易。你因为般若经的功德力，心在很短暂进入了没有时空障碍的时候，的确会看到过去是现在或未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要去执着。不管过去你是当过国王也好，你是畜生也好，过去就过去了，放下。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建议你几个解行相应，应该读禅观的书。好，有天台小止观，有中国的释禅波罗蜜，还有南传的清净道论也应该读。定品里面有描述很多身心变化的事。接下来你应该怎么样修呢？简单说，早期的禅宗啊，今天有一个莲友问，我都很有耐心的永远答相同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对象。早期的禅宗，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我看过早期的禅经，禅修应该要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忏悔，第二个发愿，第三广修供养，第四念般若经或金刚经，第五个禅修，第六个发愿回向，这六个条件具足才叫修禅法。不像现在，现在的禅法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只管打坐，这个也不是不好，可是我觉得你把佛法的身口意头手脚只有一个地方留着，其他都切断了，我觉得有点可惜。禅宗一进来的时候，先要顶礼佛法身，接下来他要忏悔，还要发四弘誓愿。早期的禅宗是念金刚经或般若经，达摩给二祖啊印经是什么？楞伽经啊，对不对？所以早期的呢都是读般若经，金刚经很好，我也曾经讲金刚经破空论，不过我在鼓励各位，金刚经还是不太够，不是不够，不是说经文不圆满，不是我们，而是我们根性比较差。为什么呢？金刚经里面至少有几个主题没讲：一降魔，他没有讲到；在般若经里有讲；二不退转阿毗跋致，他没有讲。所以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会念，但怎么观不知道，要读般若经。所以早期读了般若经以后才开始禅修，禅修完的话发愿回向。所以在这里我简单回答，任何一个教法都会有三个主题：头、身体跟脚。头要皈依出离心跟菩提心，身体完整的说要修六度十地止观还有空性这五个内容，脚要发愿跟回向，任何一个法门都要包含头、身体跟脚，这样才完整。所以对于你的莲友，这位郭莲友的建议是：一要深入禅观的道次第的经论；第二要找到好的老师，慢慢学，慢慢调伏你的心性，那你智慧慢慢开了，那禅修的功夫就会进步。至于定中所看到一切境界，不管好跟坏都不要执着。禅宗有一句话，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的剥落，也像呢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像你看经过花里面，你每一个叶子呢你看得到，但是你不要执着去摘花。
但是假如你不知道禅经的这些理论跟方法，就自己盲目修瞎练的话，那会变成呢百花丛里过，夜夜都刺身。你看到了这个执着，你看，哎呦，我修得不错耶，哎呦，我告诉你，我今天又放光了呢，哎呦，我告诉你，昨天观世音菩萨为我说法呢，我才不用去大悲中心就可以听经了呢。然后动一步呢，哎呦，我告诉你哦，我看到了好多道哦，六道什么道我都能看到哦。然后呢，动不动呢就说，哎，我大概是观世音菩萨旁边的那个龙女来投胎的吧。我长得这么庄严，大概呢我是观世音菩萨那旁边的善财童子来的话，你就开始有很多妄念，你就会去抓那些感觉，其实所有的妄念都是虚妄的。所以为什么说禅修，你若没有读禅经，又没有善知识引导，你走个阶梯你都会执着。举个例子，从这边上大悲中心可以爬楼梯，也可以坐电梯。以坐爬楼梯来举例，你爬的时候是一格一格一格往上爬，你往上爬的时候，右脚往上爬，左脚人粘在那里，刚好踩到口香糖，你都不能动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要把鞋子脱下来，你脚才能往上爬。所以禅修的时候会经过很多身心的变化，气动或很多看到现象，你呢清清楚楚，不要管它，就往前走。执着任何一个境界，内外的感受，苦乐的感受都会着魔。先讲到这里，那这个主题会在后面弥勒日巴正告歌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什么叫佛跟魔。对不起，可不可以莲友帮我看，你们写的字很漂亮，但我看不懂。师父，学佛者还会有很多的烦恼，烦恼是指对子女是否如法。这没有如法跟不如法，只是说你对于子女的态度应该什么样，应该关心他，照顾他，但是不要执着留恋他。举个例子，像我很孝顺我妈妈，出家之前我妈妈呢有点舍不得，她说出家一点具体的蒋中正都没有具体的贡献，对不起，蒋中正是台湾的钱，他是具体贡献。然后呢后来呢他就觉得，哎，出家真好，对不对？早知道呢出家这样好的话，弟弟妹妹通都去出家。我说，哦，不可以不可以，出家很辛苦的，没跟意愿不一样。但是我会关心我母亲，但我不会留恋她，但她很留恋我。为什么？像我出国弘法，哎呀，我很想你啊，好，我就送她一句普贤十大愿。她想我的时候呢，她就听经，法喜充满，不想我的咔嚓就关掉了，就去逛街了。所以他留恋我，我不会留恋他。我曾经对他说，妈妈你不要留恋我，留恋我会轮回的。他说，你怎么一点人情都没有呢？我说，情是轮回的根呢，我爱你关心你，但我不会执着留恋你的。我说，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你念佛也去极乐世界，这样生生世世才会永远在一起，而且在一起是清净的莲花化身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对你的子女会留恋有烦恼，这是正常，天下父母心。但是你要照顾他，但是不要执着他。为什么呢？黄泉路上无老少，谁先走也是不知道的。再回答一个问题哈，师父，若有人提倡慈悲而定期做放生活动，有哪些事项要注意？二，不定期随缘的放生比较好，还是定期的放生比较好？我不知道你第二个问题的定期跟不定期是什么，时间定期，还是数量定期，还是对象定期？假如说放生的话，一般初一十五或六斋日是很好，还有自己的生日或爸爸妈妈的生日。至于放生，我想应该这么说哈，这个问题呢是很复杂，但是基本上放生是对的，慈悲心，但是方式可能我们佛弟子应该要不同的环境要改变。在新加坡还很难，在印度尼西亚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嘛，这么多岛啊。在台湾现在呢，就有很多人反对跟批评，甚至我在捷运里面看到一个短片，我很难过，我真想呢去告他或是抗议。
为什么呢？他一个外教徒拍的，一个阎罗王这么来抓谁呢？抓那个放生的人。阎罗王不是抓鱼跟鬼哦，是抓那个放生的人。然后他就说，放生哪有功德，放生是反而杀生。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摆明了就是对佛教。那我们佛教徒老实说要忏悔，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有几个建议，你问我放生有哪些注意。第一，不可以先预定，不可以说明天要放生，涛哥今天抓500只鸟来，半夜他都很忙的嘞，鸟一抓又一放是死翘翘的，不可以先预定。真正放生，我教你，应该你今天念大悲咒7遍，念观世音菩萨，你说观音菩萨，我今天要想圆满我放生的功德，就往前走，去菜市场看到有些呢已经被杀了，你就不用浪费钱，他已经死了，在他呢活蹦乱跳要杀的那一刹那，你把他救回来。但是也要有智慧，智慧就是他知道你要做功德，本来卖10块新币的，就故意卖你50块，你也不要买，不要让众生增长贪心。还有你可以去海鲜店，对不对？海鲜店呢去捞鱼虾，但是你要考虑放生的环境。刚才第一个不可以预定，第二个要慈悲心，第三环境。你有没有想过，有些动物现在跟我们不一样，也是温室中的花朵，被你养的狗跟猫很好，一放出去死翘翘，它无法适应环境的。所以我不知道在新加坡的大海里面，东西南北政府规定哪个海域可以放生，这个要考虑的。不要因为一个我执，就是我很想做功德，我就是拼命要做这个放生，就很固执，其实你是没有了解放生的真实意义。第四个，台湾还有上面放下面抓，上面钓下面烤，很残忍的，你知道吗？还有第五个，我们佛教徒也被批评，你们都放生动物救，流浪狗也救，请问孤儿院为什么不救？妓女为什么不救？雏妓为什么不救？我们台湾还有山地同胞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救？所以当人跟动物我们都要救的时候，最好两个都救，但是我们不能救的时候，其实应该先救人。人有善根，可以学佛法。那对动物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念经诵佛，诵经我为他三皈依回向。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法师都提倡上放生，我是非常赞叹。但是你要问我真话，是一，你的慈悲心为主，第二个，现代的话你反而应该要做什么？医疗布施、慈善事业，这个是圆满的现代放生意义。为什么呢？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啊，看到佛经病痛多杀生多，所以我要放生才得到无病跟长寿的果报，没错，经文是这么写。可是你没有动动脑筋，我们现代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听好，我讲经没有去暗示任何法师，你不要想太多，我只讲教法。我自己也放生，可是我是看状况。然后呢，所以你应该了解现代应该捐什么，孤儿院、养老院、教育基金，还有医疗基金。医疗基金包含佛教跟非佛教，像我过几天会放，我这几年都去大陆、尼泊尔还有印度义诊。我觉得出家的喇嘛里面呢，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最差的是医药。它不像在座各位，对不起啊，在座新加坡的法师，你很有福报，你有社会劳保或是健保的这个 medical insurance。我在台湾，我跟你讲，我是劳工阶级耶，我交劳保耶，我要没有交劳保，我生病的话没人照顾我的。台湾也有发起僧伽医疗基金，就是任何出家人可以去跟僧伽医护基金登记，他确定你了他一定拨款，所以这很有功德。我曾经看过一个西藏的喇嘛，嘴巴破了3个月，流血了很痛，他都不知道去哪里买药，一没钱，二他在山上闭关出来要4个小时，那时候我流眼泪，所以我回台湾才发愿组了一个义护团去为他们全部的喇嘛义诊。所以我觉得做医药基金是最圆满的放生，这是我的建议，好，你作为参考。接下来其他的问题不能再答，再答今天晚上大家睡大悲中心。好，那剩下的问题我明天会答，然后请各位合掌，我们念一下回向文。回向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念很短的，请看第2页的
第十六行。第二页第十六行。好，我想这个经文大家并不难啊，这是普贤行愿品寄诵，请合掌，我们一起念，不要念得很快，慢慢念。好，一起念：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于圣莲花身，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愿经礼佛发愿，修持功德，回施友情，四恩总报，三有其资，法界众生，同源种智。好，到这里一段，我也知道，今天我听到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是不是中爪哇 Jataka 对不对？发生了大地震，听说也死了3000多人。哎呀，阿弥陀佛，我请各位合掌，你心中念佛，好，我会回向，也愿今天讲经以及所有的修持功德，回向爪哇地震一切受苦难的众生，生的人悉上焰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若以往生的众生呢，也希望我们讲经的功德回向一切的众生，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现在末法时代，每一次灾难都是一死都是一票人的，这也是很大很大的业力。我们有福报在这个幸福的国家，身心没有障碍，能来听闻佛法，希望大家应当发广大愿心。好，耽误了一点时间，今天讲经讲到这里。